网红是吗？可以的。阿伟要当爸爸了是吧？恭喜他，恭喜他，祝福他。好好好，我不说别人的好吧？不，依然是个大网红是吗？我不想说网红啊，我说着说着直播间人太多了，我怕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去蹭这个流量，不蹭流量，不蹭流量，不谈别人啊，不谈别人。吉年哇，依然跟吉年是吧？我不认识两个人啊，我真的不认识，我不提他们的啊，人家大网红我更不能提，知道吗？提了之后，直播间又嗷嗷进人。红少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做好自己最好，以后找一个女朋友，让女朋友就很幸福。我觉得我应该是个会疼老婆的人。会打老婆，我不会打老婆，我不会打老婆，打老婆是一种无能的表现，知道吗？打老婆跟打人跟骂人都是无能的表现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打女人呢？我从小读幼儿园我就知道不能打女孩子啊。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会打老婆呢？你们在污蔑我。啥？你说啥？你要结婚了？我要结婚了。我看到阿祖发的视频，阿祖在哭。阿祖是谁呀？大宝、阿伟、彭少，觉得你担当，不要比较啊！不要拿我跟任何人比较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去把我比较的时候，在我直播间比较的时候，都觉得我最好，知道吗？然后就贬低别人，这样不好啊！各有千秋。现在说了以后啥，绝对做到，话不能随便说，说到做到。我是绝对不可能打老婆的人，知道吗？我是绝对不可能打老婆的人，那是肯定说到做到啊。人家打老婆那是有暴力倾向，知道吗？我没有暴力倾向。你要有句话这么说的，男人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，是不是的？男人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，不是来打女人的。我怎么看打女人呢？
老婆是拿来疼的，爱的。你们记得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吗？我说，一个家庭，子女的未来，知道吗？子女的未来，一个家庭和不和谐，美不美满，跟母亲也很大的关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为什么娘有句话叫做“娘在家就在”？你看没说父亲在家就在呀，这个道理吧？是不是说娘在家就在呀？所以我母亲的脾气特别好，我母亲就是那种你知道吗？逢人便笑，她见谁都笑，满脸笑。我爸就不是，我爸见谁都是这样，一脸严肃。我爸见谁都是一脸严肃，我妈见谁都是笑。但我爸很严肃，对，娶个好妻旺三代，对对对，娶个好妻真是旺三代。我爸看我爸彭总，你爸看你我爸不看我直播，我爸回去都不知道我直播，他都不知道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不在家里开播？爱笑人运气不太好，不会差，你知道吗？爱你，你都说些什么？啥意思？没听懂。我没掉眼泪呀。我没有掉眼泪，家人们，我没有掉眼泪。我为什么要哭啊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为什么要哭啊？哭也是无能的表现，你就记着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会哭呢？我成年以后就没哭过，我只做梦的时候哭过，我在梦中哭过，但是我在现实中我从来没哭过。你老话都说得很好，男儿流血不流泪，为什么要哭呢？哭是软弱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我眼睛不 是有点红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说不知道为什么，角度的问题吧？你看这样就没有啊，这角度的问题感觉是。不是，我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我说哭是软弱的表现，哎，你们就说阿伟哭，又跟我带节奏，真的。那搞得好像我是在说别人一样的感觉。我不像我妈，像我妈。不是的，我不是的，我。我眼睛没红，我感觉是那是光线的问题。好，我没有说任何人，我只是个人觉得，我是就对我而言啊，没有对任何人而言，好不好？行吧，你们不要说谁老哭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有说别人，我。别跟我带这节奏了。那还有句话也说得好啊，
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只是为了伤心处。那可能人家到了伤心处啊，可能我这人的心比较硬，没到，从来没到伤心处，对不对？我也别带节奏了啊，别带节奏。没有，不要紧。人无伤心处，人无伤心事，泪从何处来？对，叶子阿姨说，我觉得你这个直播间说什么都笑死我了。皇上，你喜欢你以前的女友女朋友吗？那肯定喜欢呀。不提前女友了吧，不提前女友。来，喜欢彭少跟彭少点个关注，点个粉丝灯牌，请你加入第五个群，随时开播谁能找到我。浏览器你别瞎带了啊，别瞎带节奏啊，不要瞎带节奏。突然间这么多，我解释了一晚上，我不想解释了，不想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点了九百下是吧？辛苦了。你喜欢谁就大胆去追，才是男人。没哭，没哭，应该是灯光的问题。我怎么会哭呢？我哭个啥呢？没哭啊，我为什么要哭呢？我为什么要直播间哭呢？能不能不要带我跟团队的节奏了，真的。我们去打 PK 吧，要不去打 PK 吧。哦，我不知道干嘛，我们去打 PK 行不行？去看别人唱歌跳舞吧。唱的也不好听，打不打 PK？ 打不打 PK？ 打 PK 是吗？来打 PK 的扣一，来打 PK 的扣一，就看一下别人唱歌跳舞啊！我也不会唱，我也不会跳。要不要打 PK？ 打 PK 的扣一，就随机连一个，旁边人都不知道来找他呀。来打 PK 的扣一，来，我看多少人说要打 PK 的。
打 PK 是吗？行，打个 PK 玩玩。那我实在不知道干嘛了。随机连个，我看有没有好友在。随机。